依家係9:45，我哋約咗潛水班人係7:10喺樓下度等，但係呢，因為我哋今日晏咗起身，所以我哋食唔切早餐，呢點係有啲可惜嘅。今日成個天望落去係比較烏雲密布噶，但希望唔好落雨啦。我说话普通话一点的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今天全是第一次吗？第一次啊 ，OK。一全是和一也互相 ，OK。Yeah. OK. 因為依家準備要落水，所以我哋會轉高坡去影啦。係。因為我本身我係識游水嘅，但落到去真係潛嗰一下咧，係同想象中完全唔同。不過真係好靚，但仲有一樣千算萬算，因為我用 GoPro 係海底度影嘅，但係喺坐緊船去緊潛水點嗰一刻咧，我掛住影得太多，搞到冇電。不過 OK 嘅，呢度所有嘅潛水導師全部都好 nice， 好好人，佢哋識少少嘅普通話啦。而且最後一樣嘢就係咧，潛水人員佢哋本身都會有部機去幫你哋影相，事後會俾翻啲相你哋嘅。咁我同阿 Sam 哥兩個人去潛，每人係15,000 yen。我呢一間已經算係比較平嘅，因為我見其他鋪頭貴嗰啲，起碼去到20,000 yen一個人左右啦。好啦 ，see you。咁依家咧，我哋潛完水翻到嚟酒店咧，就要好好咁休息一下，唞下先。好好彩，呢幾日石門島嘅天氣都非常非常之好，非常非常之靚。依家咧，阿 Sam 哥就喺度影緊 time 咧，未必一陣大家有得睇啊。咁今晚重頭戲就要嚟啦，我哋會去食石門牛嘅燒肉，冇錯。等等，仲有兩個零鐘，我哋就出發 ，Let's go！
實我哋依家已經食完石垣牛嘅燒肉啦。我個人感覺咧係可以一試嘅，不過你問我會唔會食第二次咧，應該唔會啦。咁我哋啱啱嗰餐食幾錢啊？12,000+ yen。12,000+ yen已經係算平嘅咯喎，即係每人大約係$400到，係啦，唔會食第二次，但可以一試。今日嘅行程就嚟到呢度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